小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李老师。今天呢，李老师要带小朋友一起复习一下已经学过的生词。这是什么时候呢？这是早上。早上，早上，早上的时候，天上有什么？有太阳。太阳，太阳，和云，云。这是什么时候呢？这是晚上，晚上，晚上。那晚上的时候，天上有什么？有月亮，月亮，月亮，月亮。和星星，星星，星星，星星。现在天气怎么样？现在下雨，下雨，下雨。雨停了，太阳出来了，彩虹也出来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太阳，太阳，太阳。这是什么？彩虹，彩虹，彩虹。好，小朋友，我们一起唱唱歌吧。我们要唱什么呢？我们要唱太阳公公爱画画。我们先念吧，太阳公公爱画画，太阳公公爱画画，看见蝴蝶画红花，看见小牛画青草，看见小猴画西瓜，他在天空画一画，白云变成了彩霞。好，我们听听音乐唱歌吧，准备好了没有？一二三，听音乐。红花，看见小牛画青草，看见小猴画西瓜，它在天空画一画，白云变成了彩霞。太阳公公爱画画，看见蝴蝶画红花，看见小牛画青草，看见小猴画西瓜，它在天空画一画，白云变成了彩霞。小朋友们真